穿着一身黑衣抒情演唱。甜心教主王心凌不但能唱能跳又能演，不论在歌唱或是戏剧方面，粉丝都是力挺到底。但其实从曲风就不难发现，演艺圈十年的她已经多了几分女人味。在你的心里，我是否就是唯一？爱就是由我唱，伴着你。刚出道的时候就是靠着甜美可爱的形象抓紧粉丝的心，现在她已经从甜美的小女生进化成轻熟女，不只靠时间的催化，现在更被怀疑其实是靠修修脸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和以前的照片比一比，不但下巴变尖很多，圆滚滚的脸颊也不见了，最受到质疑的就是这个越长越高的山根。两张照片放在一起比较，看起来还真有点差距，但她本人面对整形风波态度都是极力否认。那个死没良心的真的是，我妈看得还蛮生气的，就是我妈就讲说，我妈说这样子讲的人怎么这么没有道德感，这么没有爱心。王心凌人越来越美，整形的风波也就越演越烈。但还好男友姚元浩不但不在意，反而力挺女友替他挂保证。对，我就觉得心凌每年长得都不太一样啊，就是没有啊，都一样啊。斗人新闻庄胜利马一成在台北报道。